大家好，我是软软。哎，我是大胖。啊，今天呢我们在嘉定，因为我们早上来办一些车牌的事情，所以就到了青浦这边。这是哪里啊？就青浦这边。然后一早就5点多就出门了，然后到了这边以后等啊排队啊弄啊什么的，现在已经是中午了。然后我们就在青浦这边找了一个万达，然后吃翅膀亭，因为我们经常吃翅膀亭，其实性价比还挺高的。现在上了点小菜，等一下下午我们打算在青浦附近，就是在这边附近找到有没有玩的地方，就想顺手就录个 vlog 吧，应付一下咯。小菜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肉，因为是自助餐的嘛，就我们一开始我们一开始没有点很多，因为觉得哎呦我的妈呀，因为我们这个芥末太冲了，一开始没有点很多，因为觉得有些有可能不好吃，想每个先尝尝看哪个好吃，然后就盯着那个东西吃。其实翅膀亭的话，自己烤的比他们铁板的划算，对，又好吃。所以我们经常去徐家汇那家，徐家汇那家特别好吃，然后又便宜。然后我们今天好像他这边是有活动吧？不知道有活动还是他菜单就是这样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菜单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他这边啊是女士。比男士的要便宜20块钱，但是他们太天真了，太天真了，能吃的永远往往都是女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能吃的往往都是女人吧？一般性这种男朋友都是那种吃两口，哎呀我打了，我不要吃了，开始玩游戏了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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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这种人呀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那你就帮我烤，你负责烤。大胖吃烧烤永远都是负责烤的那一个。哎，我今天真的超热，画点眼线全部都画掉。嗯，今天超热。我还穿了一件很厚的卫衣，现在把它脱掉了，露出了我已经快要消失的锁骨。今天车我也开了呢，不是只有大胖开，我也开车了今天。但是我是个心机哥儿，我点了一杯有酒精的饮料，然后我就不用开车了，下午。你开车啊，下午？怎么不然呢？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新车恐惧症。那个时候我爸不是换了新车吗？我也不太敢开，也都是大胖在开。然后现在我自己也换了新车，然后又是白色的车，我是根本就不敢开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很害怕，就觉得会蹭到啊、弄到什么的。特别是现在膜都没贴，蜡也没打，就有点害怕，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锅就甩给大胖吧。这个是什么肉？上脑筋。上脑心是吧？人形天使上脑心，人形电脑上脑心。这牛肋条，这牛舌，带我刚刚买。这是什么？牛腩排是吧？我们的胖师傅正在给我们烧烤。胖师傅，请谈一下你对这顿饭的感想。好，还没吃呢，没感想。哇，胖师傅专业的手法，再给我们胡椒怎么这么早就撒了啦？这不是胡椒，好做作。哎，你像撒盐哥那样撒。盐是吧？盐在哪里？盐，这个就盐啊。它有酱的，其实也不需要盐。这盐，椒盐。啊，这椒盐。对，椒盐那个没有。有弹幕说我的手好看，其实我手一点都不好看，我手上都是筋哎。撒盐了。我是那种搬砖的手。这一段我要剪到片头去。兰花指要翘起来。为什么你眼睛要看旁边啊？因为那个人他切牛排的时候，他眼睛是看着旁边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没看过完整版。我们刺身来了。其实翅膀亭虽然不是说那种很高级的料理，但是它性价比是可以的。现在，哎呦，全都涨价了。我们本来要吃那个相扑烤肉的，历史相扑烧肉涨价涨不大，我们当年吃只要200多。哎呦喂的！哎呦喂的！
专注的男人最英俊。弹幕里面肯定有开始有粉丝说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，好饿啊，好饿，但是要减肥怎么办。大胖现在烤羊排，这羊排好厚。要烤一会儿，你放旁边吧，让它慢慢烤熟。就应该煎，就这个形状，煎小块烤就行了。好。马上再打吗？稍微打。好，你再看那个翅膀。啊，用的什么？用的翅膀。怎么还是你烤？哇，你的胃口好大，你还能吃蔬菜啊？哦，你的脸好圆啊，镜头里面。你还是比我重60斤，闭嘴。我220了。你只跟我。你160啊。哼，你跟我一样高。看是这样，比我重60斤，你自己心里没有点数吗？我220啊。我们已经轮了800多盘肉了，一直在吃，不停的吃。等一下，我要准备吃饭。那个大胖帮我们烤了，帮我烤了很多肉，他很辛苦，所以现在这个肉是我烤给大胖。这个是我秘制的方法，就是敲打它，它就会变成非常有弹性，吃了还变成一坨肉米，牛肉米。你看，这肉整个就是很有灵性，知道吗？你好傻。哇，来吃吗啡。这个是我的饭，这个饭也太小了吧。要拌吗？拌着吃吧。那我就拌一下吧。哦，它很厚，很浓稠。它其实这样还蛮人性化的，不会把你弄得很饱。感觉很鲜哎。鲍鱼啊。对，你要不要点碗这个饭？这饭就一口东西。对。
图片上这么小一份，这个竟然这么多，而且我已经吃掉一点了。他们的椰丝大福还挺好吃的，很香。你这点什么？乌冬吧，反正我每次吃板筋都要最后吃一个炒冬，但是今天应该还可以再吃一点。口气不要狂啊，口气不要狂，口气狂呛到自己啊。吃板筋的乌冬特别好吃，他肯定就是想用这个把人灌饱。啊，你为什么会用到灌这个词？瞎搞。这个好吃啊，我有点四个，那好好吃啊。里面是冰激凌。冰激凌吗？不是奶油啊，奶油让它冻起来了，冰在里面。你看，放了一会儿就化了，很明显。我一直好奇这是什么玩意儿呀？这我俩芝士。芝士。芝士、薯泥、玉米，这新口味，这蘑菇的，这是我点的热乌冬，但这乌冬面怎么这么细啊？这也有细的乌冬的。这碗真的不大，这碗不能真的不大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没有我那个大。嗯。我都进得来，你一定也进得来啊。本来进得来的，吃了个自助餐进不来了。你看这里停了个摩拜，肯定是有人也比我们先行一步进来了。神经病，装什么装？这里又没有人把守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我之前不是来这边之前，我查了一下嘉定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结果大众点评跳出来第一个竟然是这个美国梦幻乐园，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有点怪，然后点进去我看发现已经是一个废弃的乐园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春游来过的，已经废弃了，然后但是有很多人过来探险。你踩到屎，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和大胖，你踩到屎，你把脚擦一下。然后我不知道那不是屎，踩到屎，然后我和大胖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入口，我们先往前走看看，哇，这么尴尬吗？那快点，办公室、那我们快点，我们找找看吧，看能不能找到入口。现在已经没有收门票的地方了，听说好像已经完全、这是吊车租赁，他们说要穿过一个什么垃圾站啊，然后一个什么的，走走看吧。这边前面有一个工地，然后我们绕开了工地以后，现在走到这个工地，然后我已经看到远远的有还没拆除掉的建筑，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进去，就继续往前走看一下。嗯，我都要把你扔进去。那里听说已经完全废弃了，这边然后就应该是马上要拆工了。然后我看到最新的一个点评是3月14号，他们说已经拆了一大半了，所以我想说现在3月底嘛，可能还有希望，就过来看看吧。看到那边的建筑了。哦，看到。哎，有工人，是吧？忘了，感觉回不去了。我们就大摇大摆的转转圈，拍拍照。哦，那边看到什么？刚发现什么？哦，那边是不是正在拆？上，你在干什么？
没有身体，没有头，没有脚，这是身体啊。